你唔系真系谂住做呢手势人才嚟啊？你仲好讲，我等咗你好耐啊！塞车嘛，又话 M D， 而家仲有 M D 嘅咩？有啦，香港地玩得车预咗啦，玩车惨过做贼啫，但香港好有坚持嘅。我唔理啊，我而家好肚饿，我想食咗早餐先得唔得啊？真系好肚饿。南大先。好啦。早餐呢度咪好多寿司咯，你睇唔到咩？讲哇，呢度咁多款跑车嘅，你觉得好多款啊？其实全部差唔多同一款嚟噶，同一款咩嚟噶 ？RX7 咯，有咩咁特别 RX7？ 自己 Google 下先啊。不过咧，我见佢哋咧全部都有个三角形贴纸同埋三角形 logo 噶。系啊 ，Google 啊，下下都 Google， 使鬼问你咩？究竟有咩特别啊？你睇下嗰度先。成班靚仔車主喺度，佢哋玩得呢班車主玩得出仔咧，好有 pace， 唔會中意啲一般貨色。唉，算啦，我問你都費事，我問靚仔先。兩位靚仔車主點稱呼啊 ？Hello， 阿 John 啊，我叫阿 John。Hey， 我係 Jerry 啊。Jerry，Hello， 問下簡單問下先，你最滿意你架車邊個位置啊？我最滿意我車個引擎倉啦，係啊，即係個顏色啊。是我自己很喜歡、我見到它是有紫色在這裡是啊是啊，因為這個黑金紫幾樣東西就很夾、我自己覺得、是啊。那你呢？我見你部車呢就很多車都有改裝，但是呢你這部就唯獨是好像原裝一點的。多謝。為什麼我保持著原裝呢？其實一個字，這個款是 timeless 的，是我很喜歡、它不像一個九幾年的車，像一個現在現代的車、That's why 我這麼喜歡它。哦，明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点称呼你啊 ？William 啊 ，William。喂，点解你会拣 RX7 嘅咧？操控非常之好啦。咁其实日常有保养啊，架车都好襟，好襟，好用嘅。平时 daily drive 都 OK。班满两个位会好用去形容咧？因为其实你如果你真系要坐得多人嘅，你都要架 van 仔啊咁啦。如果平时你真系要搞操控嘅，你一定要 balance 架车。那個前後的配比嘅重量配比嘅，咁、你一定喜歡那個50-50嘅 balance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好，我再問下其他車主先。誒 ，hello， 師傅，好有研究咁，我就想睇得唔得？好，我有。點稱呼你啊 ？Kevi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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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evin。喂，但係你架車好 soft 喎，全場得你一架綠色啫喎。基本上喺香港咧嘅七仔好少係綠色咯。係。即係我點解噴綠色咧？因為少人有，系啦，咁起碼會突出到呢一部車，起碼俾人望到。啊，如果你揸架法拉利或者借呢啲，咁我起碼我會望得到啦。一望落，哇，好靚啊！即係想去睇咯。咁有冇話嚟緊有啲咩大嘅改裝啊？仲好啊！我呢、這個嗱，其實我基本上我啱啱 review 完副引擎，係啦，我立電都上埋色喎，係啦，全部都玩色做曬，係。冇啊，七仔是我由細到大的 dream car 嚟嘅，係啊，咁我都儲咗好多其他牌子的日本車嘅，但係七仔一定都是不可以賣的系列咯，係咯，都係首選咯，好靚，佢個線條尾咯，係啊，佢個流線型啊，我覺得好中意咯，由細到大都好中意。哦，好。咁你咧？你副 RX7 有咩咁特別啊？我同其他 RX7 嘅 wheel size 唔同嘅，因為我想向嗰部車致敬之餘，又可以有自己特色。哦，所以你就选择了这样啦。好，明白，唔该晒。哇，又有两架。Hello， 两位车主，喂，你好。我同你倾得好开心，可唔可以搭下嘴？喂，点称呼你？阿朗。阿朗，系。点阿家。阿家，系。喂，我想问下你，七仔。最麻煩係轉引擎，點解你要揀佢咧？夠特別咯，中意佢，即係唔係街邊嗰啲活塞引擎咁樣，係咯。你就係中意佢嗰部轉子，會唔會好難搞？都 OK 啦，但係值得嘅。
即係會覺得無論佢幾麻煩都好，都中意佢，都要搞下佢。係啊 ，OK， 我又想問下你，你架車好似有啲唔同喎。佢加咗個 super charge 咯，咁就同普通嘅 super charge 都有啲唔同嘅，係都係行 roaches， 同正常推會差唔多。咁前面仲有 cooler 咁樣。係。咁但係既然你八仔本身 NA 咁樣，你又中意加呢啲增壓啊 charge 啊，點解唔揀七仔呢？因為八仔佢本身自然進氣咧，佢起圍係差啲嘅，咁加咗個 super charge 咁。對比起 Turbo 咧，佢起圍嗰度會再爽啲咁樣。OK OK， 好啦，咁我唔阻你哋兩位傾偈啦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。Hello， 兩位車主你哋好啊，點稱呼啊？浩南啊，浩南係，我係輝。阿輝係。啊，望一望咧，浩南你架車咧，我發覺好低喎，點解嘅咧？你唔驚刮花㗎？因為本身我裝咗升降避震。咁所以我行車嘅時候可以升翻高，個膊亦都可以再升得再高啲，過翻。跟住咧，而家停喺度就靚仔。係啊，就可以撳到最低咯。嗯，好型啊！咁阿輝咧，嚟，我想講你部車咧係咪都係原裝㗎？係啊，原裝。我頭先都見到一個原裝車主，佢又中意咧架車可以保持得好新淨。咁你有咩特別呢？特別就係盡量保持原裝。盡量保持原裝，好，好，多謝曬。喂，真系，我覺得呢兩架真係要捉佢兩個車主出嚟講下先。兩位你好，你好，我想問點稱呼你 ？Anson，Anson，JY，JY。嗱，我想問 Anson 先啦，揸咗七仔幾耐？揸咗七仔，我諗都哇好多年，我都計唔到幾耐。因為我嗰陣時喺加拿大咧，就揸架93年嘅 FD 嘅。咁啊，翻嚟香港都係都仲係要七仔。係啦，真係冇第二架車可以代替到七仔噶啦。七仔好多人都話好難整喎，點搞呢？其實不是真的咁難整嘅，因為其實你識保養佢咧，你知道佢個 design 咧，咁其實就好容易嘅。係係啦，咁香港亦都好多車房嘅，咁啊自己都搞得掂嘅，自己做得到嘅。Hello 兩位 ，Hello， 我都唔問你叫咩名啦，兩個都叫白白啊嘛。喂，咁、okay， 我想問一下嘛，女車主先啦，我相信你一定唔會一手車買翻嚟啦，咁點解會揀佢呢？我喜歡佢藤田嗰套kit 啦，佢嗰個拋體令到 RS7 嘅線條更加突出咯。OK， 咁我想問下你啦，你好大膽喎、啊，依家車女朋友揸喎、啊。係啊，咁因為呢部車其實我主要原因都係出俾我女朋友嘅，咁其實就係完成佢一個兒時嘅夢想咯。哦，即係你個仔嚟喎。係，主要都係出俾女朋友嘅。係嘛？有冇打算賣仔啊？梗唔會啦。點解？諗都唔好諗啊！諗都唔好諗啊！換過第二架。梗唔好啦。有冇打算你又買多部先？買多部可能會，但係呢部就絕對一定唔會買。O K， 好靓啊车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多谢 ，OK。嗱，问到晒你要问嘅嘢啦，嗯，仲使唔使食嘢咧？唔使啦，我够饱啦。见完靓仔饱晒啦，我好肚饿，大佬，走啦。好啦。